心灵晚岛，忙碌了一天，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心灵晚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为你加油，为你充电。好高兴又在同个时刻与你在心灵晚岛的节目当中相见，我是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相信今天不论是有交往过或是没有交往过的年轻男女，都非常期待在爱情交往的过程当中能够有美好的回忆。那么到底在爱情交往的过程里面，要如何才能够使彼此的关系更加的紧密踏实而且丰富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佳佳就要特别来与你分享丁介陶，一位宇宙观关怀辅导中心的辅导员，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到如何让爱情的关系更加的美好。这篇文章当中呢，提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就是自我成长是爱情的良药。在最近社会当中呢，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层出不穷的情感事件，有些让人感到非常的悲伤，因为可能其中有一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令人感到悲伤的结局也让辅导员想到曾经有一位家庭治疗师大卫史纳区，他曾经说的一句名言，那就是 Marriage holds the partner's happiness as hostage and the ransom price is always your personal growth. 那就是当伴侣的幸福成了婚姻或关系中的人质，赎金的代价总是个人的自我成长，更甚者就是自己的生命。某种程度呢，就是要让自己成为爱的付出者，以至于不再拥有真实的自己，有的只是为爱付出一切。说到这，你可能会问，这样做值得吗？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许多人常常深受爱情的苦，但却又前仆后继的投入爱情之海呢？可能的原因是我们都想在爱情海中找到一个可靠岸的港口，但丝毫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自己是否也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对爱情负起责任，同时也愿意在爱情中不断成长，而不是三不五时就想拿爱情当成武器来威胁对方，迫使对方因为爱情而就范。如果一个人的欲望呢是来自于空虚或者是缺乏，那么这样的爱情呢注定会非常的痛苦。反观如果呢这个人的欲望是来自于满足或者是对自我深刻的认识，那么这样的爱情就会有机会扎根茁壮，并且呢结实累累。也就是说，今天一个人的爱情关系不是因为想要交往而交往，而是自己已经预备好了，他在单身的时刻就可以享受他的单身生活，他绝不会用爱情关系来弥补他先前的空虚感。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记起教训，因此呢有一位叫芭芭拉·安吉利斯的作者呢，他在《爱是一切的答案》的书中提到，当我们对人生的功课一直无法学会的时候，宇宙的力量会不断的介入，直到我们真正能够体会这件事背后更高的意义，这样我们才能往前进，等待下一个功课的来临。因此呢，爱情或者是婚姻要幸福，重要的是不再让自己成为爱情或婚姻的奴隶。许许多多的男女呢，是为了爱情牺牲了自己，结果所爱的人却又移情别恋，自己却受尽委屈，丝毫不知道过去的付出到底算什么，想着过去的山盟海誓，如今呢却转眼成空，
甚至会觉得或许下一个男人或下一个女人会更好。很多时候就在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失去了爱情，同时也失去了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何在。心灵地图的作者呢，史考特·派克，他也曾经说到，面对问题是个痛苦的过程。所以呢，既然是个痛苦的过程，也就没有人愿意去面对问题，因此常常让问题留给别人去面对，自己却安稳坐在舒适圈内，坐享其成。因此呢，在许多的社会案件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有些男孩或者是女孩，他们在面对爱情的困境的时候，就企图借由自杀来挽回对方的心，但很多时候只是用感觉，觉得自己喜欢对方，对方也应该同样喜欢自己，因此呢，常常内心当中会有许多的不公平的感受。想想看，这样的关系其实深藏了许多自我中心在里面，常常期待对方的表现要能够满足自己的期待，却不知道唯有不断的自我成长，才有可能在爱情当中有更多的收获，又或者在经历过爱情的伤痛之后，透过自我成长，才能够真正的更加成熟，面对下一个更健康的关系。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艾比古拉斯，他也曾经说过，人呢之所以有困扰，并不是因为事件本身，而是他们看事情的角度。所以呢，如果我们在爱情或者是失恋的这些功课当中学习，就会全力以赴，在面临挫折的时候，就先学习检讨自己，而不再用自己旧有的模式，而这些模式呢，通常是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想想看，改变自己容易，还是改变对方容易呢？盼望每位收听节目的你，在面对情感上面的冲突的时候，都能够安静下来，学习先改变自己，调整自己看事情的态度，也在这当中学习自我成长。因为自我成长呢，才是爱情的良药，即便当我们遇到爱情的阴暗面，都能够使我们不会却步，反而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不让自己再次重蹈覆辙。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佳佳就要在这首 I Need You To Love Me 的歌曲当中和你互道晚安，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心灵晚祷空中再见咯。心灵晚祷
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